咪还很大吗？妈咪，老师说宜兰也有101耶。妈咪，沿着海边最远可以到哪里呀？我想去认识海洋，我去认识太平洋，因为平常不会到太外海的地方去做一些活动，那这次不能交流，这是到外海，我们当水手帮忙控帆，还有控舵那些事。是，这里是无为港水疗保护区。对，赶快的。谁可以帮忙测的啊？啊，那你帮忙记录。好了好了，那好了，63.2。A。欢迎乘客测量台进行对比。测量台帮忙。我们这次就是一个新的改造计划。改造你的家人。我觉得这次的改造爸爸。我要改变我每次都跟老板拿袋子的习惯。我想要成为保护海洋的忠实会员。也是无极限终身会员。我希望未来的海洋可以变很清澈，海里面可以不要有垃圾。我希望之后的海洋不要有塑胶、水母、吸管，我们还没有发现鱼，之后变很干净，或许他们就会跑出来说不定。我希望以后的海洋还有很多海洋生物，因为这样子。不管是海洋生物和人类都可以快乐的生活。